此刻在铜泉监内坐着的是我国顶级翻译公司华生首席翻译口译员林夕。林夕女士 Miss Lin， 你准备好这次小比拼了吗？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is battle？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技术日渐成熟，我们借助海量的语料数据不断优化核心算法，全面提升我们智能系统的性能。